总是要敬拜之前，咱来先啊，咱先鼓励边仔兄弟姊妹啊，大家请安对无？来，就是请咱起来，啊，来边仔兄弟姊妹，大家来请安。Yeah.
福分，六十大寿。公会联于创立的感谢非常重要的工会，就是来换联献编出版献编，教会来使用。这几年来，一直努力打拼伫个稳定献编的环境的工会。这几年，伊也更加参与着真侪福音性的发展。正做是大家所在宣教书，伊在传扬福音，一个真重要的工具。我想上帝话语是要让咱的性命得到引导，要让咱的性命得到丰富，要让咱的性命得到平息。让上帝话在咱的性命中，咱的性命来祈求，求在你的居民教习的轨迹，咱的性命来永远未孤单。来参加来唱这首《属我的人》。平安福气，啊，
幸福，对咱每一个人都是世人。咱三个来唱这首《恋爱的七月》。